当年有一年的时候，雷曼兄弟联动赛的时候，我大概赔了1亿多。那时候他有给我指点迷津，给我很多方向，我的一切都是他给我的。当我从进修班回来社会的这一年多，没有这些粉丝，也没有我的今天啊。兄弟气息浓厚的他，这次和狗儿的纠纷也是在长辈出来求之后才决定收手。他们大家都已经有聊了啦，他也是希望说大家敲耍得好啦，敲耍嘛，不用专工哥5月5号地名的啦。5月我会做3场大型的公益爱心活动啦，当然。像这一种活动，我也是欢迎勾二来共襄盛举啊。才刚说与勾二取消见面，连前一接着就宣告要举办公益活动。说实在的，想必很多人不相信连前一会做公益，那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。我做公益做八年啊，吼，蝙蝠侠的用意是什么？廖天丁的用意是什么？是今天帮助需要被帮助弱势的人。而我一年光做公益做爱心，捐了1-2千万。我会做公益最主要是因为我有在信奉神明，就是我义父太上道主。原来连千亿年轻时曾经投资失败，惨到身上没半毛钱，在神明的指引下才有了转机。当年有一年的时候，雷曼兄弟联动赛的时候，我大概赔了1亿多。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哦，20出头岁，卖了3台超跑，所有的珠宝名表全卖光，房子好几间也都卖掉了，可以讲是穷困潦倒，家徒四壁了，只差没被落井下石而已啊。当时我去求了我义父太上道主啊，那时候他有给我指点迷津，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明给我的哦。那当我今天有一点点能力的时候，这也是我当年答应他的，我们把善事多做一点，也是帮自己积点福德。当你长期福德的时候，你遇到的大事它就会变成小事，你遇到的小事就会变成无事。这样听下来，大家一定很好奇连千亿的收入到底有多少啊。我的每年的收入都基本上都应该有9位数吧。其实对我来说，处大金厝我嘛有啊，好车我嘛有啊，一个某帮我生两个囝，真是水。爸阿母身体健康，对我来讲有够用就好啊。爱俭爱俭，啊咱不是好野人。中天观众有好康，就是请你上快点购买这个雾化器呢，送水神是一举两得。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3种好康的组合，有效帮你保护起来，保护家人。那么防疫不能等，赶快上快点购来买，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 就有折扣了。